班花呢，一定要头大身小才好看的。哦，OK，就来，随便现在我们金哥，比如说大家最知道、最知道我最爱画的小光头啊。想要吗？想要的打个想要来。哇，啊，很简单，就画个太阳。每天面对太阳。啊，这个影子在后面，黑暗总在身后。好，就那么简单啊，来，就是说每天我们大家面对太阳，所有的黑暗都在我们后面，跟着我们屁股走。哇。